你看我干嘛？对啊，我就觉得人这个光，两位，我就好像不是特别在意。咋咋地？哎呀，我得跑了。开了个分组。导游已经在那边等了。走吧走吧。把那些人平台起来。我一直跟着导游。
在整个西藏，它的地位最高的是达赖。对，就是达赖。吓到我了！你们需要吃的，你这边也上不了，怎么吃的了？吃不了吗？哎，这里这里没东西。来拍虎。那是那天没有光，没有光。好外面。
那下面还去不去？我故乡挂秋裤的鸡了。杨姐，杨姐，你讲的我听。你讲的我听。你讲的我听。每次森林是大自然的生态图像，呼吁人类生活繁衍的摇篮，用以在享受美好环境的同时，请注意保护自然安全，请不要将火种置入基地设施的前方。那你们这是什么火？鳗鱼火。升不起了吗？
谢谢。请勿预兆排队高峰期，高峰期排队时间较长，会直接影响您后面的行程，请勇敢的不明确抓紧时间排队等车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，请排队期间请您在勇敢的途中全程佩戴口罩并保持安全距离，谢谢合作。尊敬的各位游客，当前景区游览人数较多，请您合理安排游览时间。您的预算排队高峰期排队的时间会直接影响您后面的行程，请游览人不明确抓紧时间排队订单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。以上排队期间，请您在游览途中合理安排口罩并保持安全距离，谢谢合作。尊敬的各位游客，当前景区游览人数较多，请您合理安排游览时间。您的车票排队高峰期，高峰期排队时间较长，想挑战一下，结果今天没机会了。尊敬的各位游客们，当前景区游览人数较多，请您合理安排游览时间。您的预算排队高峰期已在您的座位前排。高峰期排队需要一至两小时。高峰期排队需要一至两小时。高峰期排队需要一至两小时。高峰期排队需这个行吗？好了，
我们要点，你在这看着办吧，要一直。哦，行了，我们。我本来是这样的，你这个摄像是不是有延迟的，大哥？我给你拍个视频，你截吧。 过来，来。加点手啊，边。506。 请所有游客下车，请您所有游客下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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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
尊敬的各位游客，
后你过完你直接自己找别人。两个包括自己的货。